梁度金拍摄还急出个上字板，交流不慎造成这个一个争议，我个人督导不周，感到金拍摄。曾铭宗口中的许员工，就是陪着林北好友演一场的许哲斌，被揪出是国民党党工，也害党主席朱立伦被拖下水。对台湾民主，这是一个民主的伤害，民主之耻。话说的有多重，翻车就摔得有多痛。传出党高层早就知情，当下消息一曝光，不到十二小时，国民党三度谴责作假行为，要来收拾残局。司法调查的过程当中，勿忘勿纵。民众党也发声明，强调严正谴责任何造假行为，支持检警尽速调查厘清。翻车的还有前立委黄国昌，找来林北好友版主林育宏直播，影片紧急下架，却被揪出当天被抖内3万元。那你会捐出直播的抖内吗？当然，那错就是错。那我觉得认真的回来面对司法。他跟台湾社会解释，少了直播时的意气风发，但怎么连民进党都有事？林育宏道歉文秀出民进党党证，民进党怒了，怀疑他入党有特殊目的。自我做到北农总经理的时阵，伊就开始假扮农业专家，假扮中立的立场来欧北美，自导自演的方式抹黑政府，制造对立，引起社会恐慌。企图得到选举的利益，这是非常非常不应该的。一起恐吓案件至今总算水落石出，谁是谁非至今摊在阳光下。华视新闻张震、张震杰、谢宗义、黄昭胜综合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